Go! Go! That's a good header.先说话都有英式口音。That's a good header.
What the heck? Oh my God.啊，差不多了，可以走了。再去晚了就没肉吃了。
我。没过来。我操！臭傻逼，你爹！操你妈！阴老子！操你二大爷！
好像有挂，有人打我。我估计河流老阴逼。我缺762子弹。还毒死呢！
最后一刻，他的围墙里面。看到了，远处跑，拉近点，会不会从里面下来下河？他没下河，他还在。我在安全区，他不在，他得跑毒。声东击西玩的不错呀，小伙子。All right, have a nice try. Nice try, bro. 哎呀，这人还挺有素质的，他认输了。不过不得不说，他这一招声东击西玩的还可以。有意思。还有个自救，我操！可以啊，小伙子，我还以为你要从岸边偷上来呢。哎，复盘，复盘，复盘。嗯，难受。好，每周任务做完了。我操，不是吧？没算吗？刚才？哦，算了。哎呦，最后时刻把这个每周任务做完了，我操！好，现在又出了每周任务了。
每日任务还2小时更新，嗯，反复反复看。好，上来不用多说啊，老地方，好吧。之所以选这个航线，是为了找车，因为这个有一条很长的路啊。好，找到车了，然后搜搜搜啊搜，搜到满装。我记得进去的时候把车搞翻了，气死我了！我去，这还有一个人。哦，他去右边了，我记得。他特别怕我。哦，不是他，是这个人。啊，游过来，牛逼！真的会玩，然后我车翻了，这人怎么这么喜欢用 UMP 啊？就是因为威力高吗？我赶紧找辆车过去找，要被他抢先了，他跑了居然。啊，这小逼还盯我。还好我拿车挡了一下，而且我是来回晃着跑我想跟他干了，他就跑了。这逼可会玩了，跑一半停下来阴我，然后这个人骑摩托车过来，我以为是他，结果不是他。我听他跑一半没声了，我估计是停在下面了。然后，但是看了一下下面没人。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人来了，我以为他又从这边翻上去了，结果不是同一个人。看他视角，他跟人阴我，给我吓一跳。哎，笑了，我还在找人呢，突然冒出一个人，吓我一跳。哎呦，差点被带走，幸亏我是三级甲。我在填子弹，因为我刚才换了一个狗杂，我听到海边有人开船，那肯定得去干他呀。但是这边打架了，估计一个人已经死了，看到这个人了，他没有掩体。别带走，除非他跳海里，要不然我一定打死他，他根本没有掩体。这还戴了个白色头盔，生怕我看不见他，还趴下了，正好抛个雷，然后冲他，第一个雷直接炸中，哇，满雷，笑死我！看他视角啊，戴了个白头盔，搁这装逼，因为我看不见他，越是这种明显的头盔越早死。他是栓狙，他不敢开枪。啊！我直接扔了个超级大雷，还打血那个人。
这会儿估计听到炸弹声了，他也下来了。哦，看到一个远处看到一个人在蹲他们，我就怕河里藏人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看到了，还戴白色头盔，他要不戴白色头盔，我不一定能看到他。他一戴白头盔，贼明显，一枪打头，第二枪差一点，想逃。啊，还想逃？哎，这人怎么死的？我看一眼。他搁这看戏。哎，贼会玩。这人全程打就打两个人，都栓狙打，还舔了一个别人打残的。还是个机器人，好像。我特别怕他从海边绕过来，你知道吧？结果他没从海边绕。他这边其实可以试图往海边绕的，但是他也害怕。其实，我在这边我根本听不到他的跳水的声音。他如果会玩的话，他可以从海边这边绕。他看毒来了，他不敢跳，他怕我在这边卡他，因为这边有大石头，他怕我在这个石头后面，他贼慌。他犹豫再三，还是选择了苟一搏。他以为圈能刷他那边，呵呵，笑了。这么大个圈，怎么可能刷你那边？他觉得我这没人没掩体，他觉得他这边有很多墙，他稳赢了。但可惜啊，圈在我这边，你得出来呀。我一直趴地上，我不敢站起来，我怕。他如果有海的话，我被他看见。结果这个人扔了个烟，扔了个闪，哎，这我就知道了。他要不扔这个烟，这个闪，我还不知道他在这个里面。他一扔这个烟，一个闪，说明他肯定不在海边。他还在找我，他看不见我，他不知道我是在哪个石头后面，但他知道我在某一个石头后面。他贼会玩，他他妈声东击西，我还在往左边看。我还往说错，我要往这边看，结果他跑右边去了，左边去了，正好挡住视角了。还没烟了，他就一个烟好像，特别慌，啊，特别的慌。还换手枪，不知道啥意思，手枪加喷子，没玩啊。打最后决战圈，打最后决战圈带喷子，686好像是个，再看一眼，还是1897，好像是1897，他想进去就喷我，直接被我带走，除非是特别特别近，要不然基本没戏。听到左边有脚步声，还好我换了狗子，M4都不一定给他放倒。这个西班牙斗牛士的感觉。非常有意思啊！很多细节。当时狙击枪我装那个消音，我装的是步枪消音，我没有装狙击枪消音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，说不定能捡到狗杂这种空投枪。好吧，就这样。